哎，小雨桐，干嘛去？器材室收拾完了，我回宿舍。行，那什么，过两天咱们和奥盛学院的友谊赛，知道吧？嗯。刚才我去训练馆看了一下，地面太脏了，你啊，赶紧上去收拾收拾啊。我？不然呢？我帮你收拾啊。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啊，那个，击剑馆是咱们镇宇学院的门面，一定要认真，一定要认真。休息一下吧。可是击剑室不能喝饮料啊。规矩是可以偶尔打破的，你不是喜欢喝这个吗？喝吗？哎，喝慢一点，怎么跟小时候一样，每次喝饮料都这么着急？ 什么时候我可以不当你的妹妹？虽然我也很想要个哥哥，可是我不想当你的妹妹。我想你喜欢我，就像喜欢我姐那样。嗯，你记不记得我问过你，你希望我留下来吗？ 我想要的结果，就是我们在一起。啊，这是子枫尽完了人心吧，才给你留下来的勇气，不是吗？比起我，他对你付出的更多。即使我不喜欢他，但他对你的心意， 我都看在眼里了。你这私人教练呢？对我尽职尽责的。我这个当保镖的，当然也不能怠慢你，对不对？别别别扭扭的，上来吧。啊！小心！ 我来，我又不会击剑，你把我叫来干嘛呢？搞别问我明白。那一刻，我的脑子都要爆炸了，我忘了呼吸。
忘了手该怎么摆，什么时候要闭眼。十年来在脑海里彩排了无数次的画面，到了正式上场只剩下一片空白。我只记得尔豪的呼吸里充满了甜甜的香味。再见了，我的初恋。那一刻我明白了我的心意。别人了吧？自己惹的麻烦自己收拾。你现在的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，当时子晨和魏明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情和你一样难受。欢迎加入失恋同盟。你赌个屁啊，你看到我妹跟她男朋友干嘛吗？我可是眼睁睁活生生的看到了犯案现场。犯案现场个屁呀，搞得好像赵一红是你老婆似的。你知道你刚才有多么的傻，哎呦，跟那个偶像剧里的傻白甜玛丽苏一样，流着两行热泪，就差了给你来个轰天雷，再来点小雨滴了。干嘛呀？天涯何处无芳草，多情却被无情恼。啊，蒙着眼睛和耳朵的人是不可能找到幸福的。来，你这边有一种，神秘的力量，叫做爱情墨菲定律。哎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邓尔豪的墨菲定律呢，是邓尔豪喜欢的人是白无双，白无双不喜欢他。赵一红的墨菲定律呢，是赵一红喜欢的人是邓尔豪。